酸甜哦，臭哦。万世神经又搁开始了，先甲阿舅舅留下无求你的妖兽，下当归恁两人哦作孽了，所以才引出了万世神经，搁再出来开杀，将你好歹了。好，杀生啊！是是，听我的神劝，唔通追杀下当归个王三们，阿你明明自食其果了，该死！杀生计变成火水，对杀野当归万枪。玉琴星，你又搁常常要来阻碍我，我把刀转较顺势哦。后壁胡角吹杀客，这个阴谋者已经看得出了。众人今嘛无怨叹你，首先就是爱将这个阴谋者先给招敌啊，然后才要跟你算账。万世神经，回去吧。安尼好，有啥物该灵，有啥物灵人，真请莫细事，我等下古龙洞等你。请。会见六合，注意身格，看啥物人有看出着这个胡角吹杀客的人物了哇？玉琴星，呀，这个胡角吹杀客啥物人咧弹？你有看影无？我是无看，但是有听见声。玉菩提、脑神觉、灵觉、慧眼、神光两相，你有看到？我安怎看袂清楚咧？要来要讲一个较真啊，一个形体，甲你安尼样，得要同款同款哈。连你啊，伫咧误会我吗？啊，诸位先辈甲老师尊，让六合十杯吼，请了。哎，六合仙师有奇怪。咱伫咧谈论这件事，伊就从咧面前失色，然后从咧离开啊！一定了神师知影啥物人伫后壁伫咧弹这个胡角吹杀曲。那伊若知，一定嘛对咱诶报告，对手全是个先辈哩，毋是安尼？了神师是和平使者，伊不愿用一句话来相说人命咧。但是这无即个来追求名利，交代下当归去做就是。下当归，哈哈。尽量用好方法，引诱神师说出幕后的阴谋者，好个材料。好，咱下当归的报信啦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所以使我六合代志袂使你插了。回转北海所在闭门下客，当然哦。慢车快哦！我特别跟你讲两句话哩，神师啊！哇，咱真久哦，无谈到话啊！你嘛来跟我讲两句啊，心情可以通通快快。下当归，有啥物话通谈呢？即嘛谈安尼啦，谈讲你的做人啊，吼！也甲这个胡角吹杀客有连带关系。恁师傅温世祖讲大真心别旁，也甲这个海行神师拢知了。怨叹安怎？怨叹你六合做人啊无尊重。啊，人生在世，若到后只先辈看过你无尊重，安尼一生的苦功哦，化水东流，无效啊！要先辈看过咱做人差不多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忠诚两字啊，哈！唔通用虚伪来诈骗。我并不是虚伪诈骗。孔子伫咧讲：因恶扬善，积其良端。这句话讲出来，唔知得要生死偌济人命。这句话讲起来呢，梁鸿都是有理了。你想讲梁鸿有理对，也有考虑到分析神经得要搁开杀的地步无？啊，下当归，世间参照会，使我就发袂惊呢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无搁再涉风尘，闭门下客。世间参照会无唔对，一旦是你安尼，永远都要离开会了嘛。无唔对啊！咱明知火会烧人，走去学火烧，这就是叫做无理智。哎，我问你，火会烧人，要咱怎地煮饭？要烧香，拢怎用火？
随时火会烧人来讲，咱都要用脑筋好来个利用啊！啊，真有理啦！下当过你的高轮轻飞，对，虎角吹杀客到底甲你有啥物关系呢？虎角吹杀客就是我的大阴精人。那要讲虎角吹杀客这个人啊，就是叫做乌丢琴魔。乌丢琴魔就是当时。我六合血染风波城的时阵，又甲解救一次，因情尚未报答。材料这个乌丢琴魔用火甲吹杀客，吹击了伊，乱世心境伫咧开杀，别人无看的，只是干人我有看。我唔是讲我的道行较深，因为我知影伊锁伫咧断的刻掉了。吼吼，是安尼，对。要哪安尼怎样，唔免对先辈探别提税。探别水雷到底，要死多一边也唔知影。阴晴相未报答的进程，我敢通落实到阴晴人的秘密吗？伊当归，我为讲到这为止，请。伊讲嘛有理咧，我讲嘛有理的，啊，拢总有理就对了。啊，我将这个详细代志咧禀报这新角仔曹长宇喽。问了怎样，听我放山较紧。哦吼，乌丢琴魔对。然后安尼，咱众人准备将这个乌丢琴魔先给枪杀。首先得要当乌丢琴魔解决了，也就是玉琴星做头阵。啊，咱众人才在背后的所在何完呢？众位仙家对你真实哩，唔是我玉琴星伫咧占权。那论乌丢琴魔会弹这款曲子啊，天下多独独干咱两个人一样弹尔。第一个弹曲调的人卖唱星，第二个乌丢琴魔，任何仙家绝对无可能通弹奏这块好角的吹杀曲，好安尼对。所以到这个地步，我看起来恁大家若是要解决，叫伊琴声拍掉金光体刷去，让我玉琴声来对付就可以了。您大家走到无听到琴声的所在，占刀劈，好这了。乌丢琴魔，你的气数将将啊！六合仙师，哦，玉琴声怎样？我特别当乌丢琴魔正式的解决，希望你出来做公道人，做审判就对了。玉琴星，哪通这般的做法？哎，六合仙师，你袂使咧拍死阴精人，也我会用你咧。你做公道人，大家拢用君子态度，琴声斗琴声，用背后的谋杀，用暗杀种种。也所以你应该爱做审判。无言之处，啊，贫都又困难了，我倒来较进来哩。地点约在什么所在？一在努力方解决，请了。继续，阴晴人乌丢琴魔玉家公林，人呀，六合你真苦，你敢留下我的秘密？难是你敢留下以玉琴声为证，哪会知？拍一条箭标向我的宣战。琴声三响，就将六合你的身躯给你断作三截。先辈千万唔通误会啊，何必多言了？呀呀啊哈！六合走哪里去？对哟。你误会六合神师，我那断唔掉了。呀，你的琴声这厉害啦，安尼啦。你若弹野当归，弹会死哦！这边甘排下风，也若弹袂死，去琴怎来送我？你想怎样？野当归，你要试一个看卖的心，哎呀呐，试看咧你咧。金光兴我教啊，做你来卖死伊动的，慢些。你即马要弹啥？我得要弹魔音杀人无呢？安尼也说会通。我是讲叫你弹阿哥哥哦，弹我听看卖咧。大个魔音杀人，恁爸拄你下条命啊！你哦，
无路用的东西，也当过万多机车，用两三句话阻挡我的气路丝六合，脱离掉这个险线。一在罗瑞峰的对决武器扬手，到罗瑞峰解决玉琴星了。哇！文武必死死啊！在了罗瑞峰的解决，恐怕六合会帮助玉琴星。六合，你卖叮当变吧，若叮当本身人绝不容稳哦。果然无失约，大丈夫决不食言，所有的代志拢总遵守得到。日出三更，这个罗瑞峰啊，雷声霹雳，不管是都伫咧落雨，还佮伫咧透风，也雷公不时都伫咧弹。精神若较无在的人来到罗瑞峰，自然对散乱。尤其是你乌丢琴魔这款代志，你也当作是真简单呐。也若我玉琴星当作完全如此，现在请教着你魔音杀人了。我要来领教着你玉琴星的这个八条线，安尼好，文字太多，一刻十五分的凶杀，主席，我来走。干部组不是泰山的玉琴星金虎仔，用着本山人的这个魔音传老了，对烟楼给你传过，赞一声送你归天国。有。客秀。我将这个玉琴星的尸体带回准北海白雪山，慢着。如果你在拥护玉琴星的意向，先说给你两人同归于尽，听我琴声。魔音杀人既然厉害，金光的散乱了。明日我若无点心通宵，为夺有玉琴星，一定会变成肉酱。阿叔，我若要开杀，对不起我三位师尊。啊，我死是不要紧啦，多余的性命要紧。到这个时阵，逼不得已，开杀改了后，才能向师尊的赔罪了。啊！